原来是一个这个青年所做的，他自己创业了，然后两年了，然后在这两年里面呢，碰到的就是疫情嘛，然后现在开始慢慢的，这个台湾也慢慢开放 ，OK， 然后游客慢慢增加，然后他的这个玫瑰花的这个鸡蛋糕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，他是现买，现买现做，然后他说了，如果要吃的话，在3个小时里面吃完它，趁着它还有温度的话，吃起来会口感更好。然后他自己创业，然后希望他能够在这个鸡蛋糕方面能够创出一片天地，然后带出台湾，来到我们东南亚或者亚洲，甚至世界各地，祝福他。哎，经过这间店哦，叫做面，有一点哎很特别，有一点像日本餐厅这样子，又不像哦。哎，曾国城。蒸拌面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？看看一下，是面馆呢？哎，不像嘞，又好像只是在做快熟面。哎，哎呀，拌面吗？这边都是拌面。拌面啊，哎，拌面的话，这边都是干的。哦。我们的马来西亚，你可以试一下我们的冷面，很好吃。冷面要怎么做呢？冷面的话，我们就是煮好之后，面条过个冷水或冰水，这样面才会 Q 弹。我用一下柚香给你试试看看。哦，这边什么面是比较特色的？特色。对。好，这个就蛮有特色。这个就蛮有特色。对，冷面。这冷面。对。然后这个呢？辣虾 ，OK。对啊，就你看到那个。对对对，我看那个虾面，我想到马来西亚有一道名菜哈，小吃也叫做虾面。是哦。有机会你去马来西亚槟城一定要吃，吉隆坡也有了，呀、yeah。真的。对对对、哦，那我就试试看到底它特别在哪里哦。好哦。然后这间店多久了？哦，5年多了哦。5年多了，哦，开才5年多哈、哦。然后这个面应该。我们的面都是日晒面，都是非油炸。哦，非油炸是，所以我们的面条都很 Q 弹，就是地道的台湾土产。是的。OK。好，你现在下去，好，让它煮4分钟。哦，煮4分钟就可以了。对，4分钟就可以了。OK。来，这边我来，这边。哦，要等水滚之后再放面。OK， 先酱包先下，然后水滚的时候才放面哈。对，那、OK， 就让它煮4分钟。煮4分钟就可以了。4分钟起来，它的面是 Q 弹的。OK。芥末酱可以哈。哦，可以。这个是冷面。是，我们的面冷面很 Q 哦，很受欢迎的。用散掉啊、哦！哦，这冷面的煮法就是煮了4分钟过后，就要拿来放在冷水。对，这样面才会 Q、哦。泡多久呢？在冷水。泡到30秒就可以了，冷却就可以了。哦，冷却就可以，但因为我们这是冰水、啊，你很快就那个。OK。整只虾去熬煮的汤头，对啊，然后基本上这个你们的包装是可以放多久呢？将近一年。将近一年 ，OK。哦，刚才我看到那广告是曾国城名主持人的，然后这间店是跟他有关系吗？就是他的啊。哦，就是他的啊。然后这是第几家呢？前台就这一家。前台就有这一家，那叫打广告了。前台这一家呢，这个是在迪化街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有朋友来到迪化街想吃吃哈，我们的曾大名人的这个他首创的这个。我们这边已经开5年多了，你看开多久？干捞面一定要来这边 ，OK。然后很可惜哦，前2-3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哈、哦，所以有稍微影响，对不对？有。嗯，好。差很多。希望好的日子将会来到。好。啊，真的很幸运哦，可以试吃哦。那我试试看这个虾面哦。我们都有在试吃的。啊，我都没有想到我可以，哎呀，太幸福了，试试看一下味道。
嗯，这面很 Q 弹，很 Q 哦，你看，嗯、它那个汁的味道是可以吃到虾的鲜味。哇，微辣，好棒好棒，可以试试，还没有试过的人可以试试买回去哦，真的可以。啊，我相信还蛮适合我们东南亚人的这个啊味道。哇，现在这个大姐在做的这个柚香冷面，哎，真的我没有想到它的味道吃起来真的是有一股柚子的味道，对不对？柚子味道很浓。然后还有冷面，哎。好吃哦，真的真的，我一向不怎么喜欢吃这个冷面，不过刚才我咬了一口，吃了一口，有惊喜，真的有惊喜。我不是在打广告，我是顺路经过的哈、哦。啊，然后大姐他们邀请我吃免费吃哦，哦，真的好吃好吃，真的好吃。那个虾的也是好吃，适合我们东南亚人的这个口感味蕾。啊，来到杜小月，是因为上次来吃过的时候呢。很怀念他的担担面，还有他的卤肉面，然后今天也特地来吃，因为杜小月的这些食物呢，面啊饭啊都是比较小碗，所以刚刚好，不会吃太饱，所以基本上都是六七分饱就可以了。就点了他的这一个卤肉饭，还有这个担担面，还要配上他的绿茶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要开始吃了。我相信它的味道都是一般上的，都算是属于中上的，是不错。现在这个是微子啊，试试看它微子到底有什么特别哦。经过这边呢，才发现到这角头这个是一个救火局来的啊，消防部队，消防局，对。OK， 还挺有古老的特色哈、哦。OK， 有味，对我来讲是有味道了，就是有特色。看到青蛙，青蛙就想到几年前马来西亚还挺多的，幸亏今年没有了，太开心。贝壳好吃，进去你们看看一下。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是深呼吸，思考目前的状态比较接近现象是在哪个区域，符合你的年龄、你的颜色贴纸，然后贴上气板。OK， 上面那个是对生活充满热情与活力，然后第二个这边是温和善良，不喜欢冲突。下面这个呢？常常感到疲惫，提不起劲儿。右手边的这个呢，就是有自信，喜欢冒险。啊，所以如果我选择的话，我应该选择哪一个呢？哎呀，都有吧。啊，还好还好。如果是我选择的话呢，我相信我应该都是在上面这边吧，比较多。所以结果没有好坏，理解目前状态之后，才能认识自己强大的一面，非常棒。